光，你起来了。你刚干嘛去了？我给你买早饭去了呀。我给你买了包子、豆浆、粥、烧饼，快起来吃吧。昨天梦游的时候吃老鼠药了是吗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不一直这么对你吗？少放屁！快点出来吃早饭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个是馅饼和粥，你手里拿的是我刚买的大包子。没下毒吧？觉得我下毒还吃那么香啊？那临死前吃最后一餐也挺好。别吃了！昨天我给你买了双鞋，趁你睡觉的时候。你中奖了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假乔丹吗？假什么假？假什么假？我给你买个假货。我看你就是他妈个假货，你把玩具给我吃了，藏哪儿了？爱穿穿，爱买买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这我就习惯多了。今天就穿这个出门。好。对了，郭浩，你昨儿是不是约你几个朋友打王者来着？看在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，今天我只陪你聊天，啥都不干。谁打王者谁是猪？那跟我聊天多没意思啊！哪有玩游戏有意思啊？我能懂什么呀？我哪有游戏好玩啊？你快去玩吧。王建华，要不你直接打我吧？你还是你要包还是口红什么玩意儿？你跟我说，我尽量满足你。你别给我整这个，我受不了。那我把鞋退了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你。这他妈是你的词吗？今天给你5个小时时间打游戏，打完游戏我陪你出去吃饭。不打，打死都不打。那我想想，你上面说有一家你特别想吃的烤肉，我已经把券买好了，我们今天去吃吧。你快点收拾收拾，收拾好了我们就去吃烤肉。行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是不是不行了？是不是你爸看到我什么症状，觉得我已经得绝症了，让你在剩下日子里对我好一点？我求求你，别折磨我。还是你要跟我分手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在一起啊，媳妇儿啊？你还是像之前那样对我吧，好吧？你打我吧，好吧？我不想打你，为什么打你？你打我，你打我。哎，是不是？我不打你，我就要一辈子对你好，永远守护着你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；你想要什么，我给你买。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帮你得到，不好？你干嘛呀？给你系鞋带啊！爱心，快快请起，我担待不起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以后这种粗活都我来干，知道不？媳妇儿，你过来，你给我讲述一下你的心理活动，好不好？我采访一下你。我平常不一直这么对你吗？你原来我每天都是这么对你。你失忆了，我失忆了。哎，郭浩，你逛什么女装区啊？陪你出来当然逛男装区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陪你出来逛街，居然不买你的衣服，买我的衣服？那不然呢？当然是给你买衣服，不给你买衣服，我逛街干嘛？下面女装区全是人，男装区没有人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像我这样的人很少。万万不是，全是像你这样的人。喜欢呢？喜欢给你买呀、啊。刚买多少钱呢？买它干啥啊？老子给你买，快点，立刻把这个给我，我去给你买。真给我买？你没有点错视频。王兄，我真他妈给我结账了，400块钱裤子啊。400。想喝奶茶吗？谢王老板。买。给。平常喝都不敢喝的啊，贵的要死啊。没事，给你花钱都是小钱。300呀、30要钱吗？以后你就爱买啥买啥，爱吃啥吃啥，全部跟我说，我全给你清清。这些钱留着，好好的充个网红，买买皮肤什么的就挺好。兄弟们，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，我的天哪！瓜，你怎么能拿着包呢？你身家体位的拿坏了怎么整啊？以后这些东西都我拿了啊！天天一惊一乍的，我天哪，咋回事啊，媳妇？吃饭吧，困了。不是，我感觉我没睡醒。要不一会儿给你开个钟点房吧，咱俩一起睡一觉吧。行。放下，我让你放下。轮得到你买它呀？啊，你那钱留着干点啥不好啊？买双 AJ 它不香吗？当然是我来买啊。你以后是不是就都这个态度？这必须啊，对你好是我的责任。快点菜吧，咱们今儿吃好点，好吧？这什么和牛吃吗？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咋样？好吃不？现在马上把这些全部给我吃完，吃不够我再给你点，点够500块钱。你掐掐我，我在做梦呢。疼吗？啊，不疼，我肯定在做梦。你没有做梦，你看这牛五花就是为了你专门准备的，郭浩，快吃吧。我以后再不熬夜了，我治换了，我真的。你爸是不是跟你说什么？我爸能跟我说啥呀、啊？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对，说郭浩怎么怪怪的，就这种话。没有啊。我是不是精神出问题？郭浩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！我平常不一直这么对你了吗？来，快快快快，我给你烤。王大小姐姐腿好白呀、啊。正好，你多看几眼，来，我帮你拍拍她，你多看几眼。动手。这给我，哪闻得到你烤啊？你生姜肉桂的烫着你怎么办？那我今天我把胳膊绑起来了吧？对，绑在我身上。我要吃面条。来了，你小心烫着。来，好吃不？香不？撒开，放下。够了没？我来喂你，这是哪个酱？红的。不能滴到你身上，知道不？我给你少蘸一点啊，不要吃太多了，对身体不好啊。王庆华居然有一天蹲着在这帮我吹肉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我再喂你一口。要我给你剪开吗？老婆，走吧。娘娘，我去哪儿啊？吃乐高垫啊。我喜欢这个，你给我买个这个吧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我给你讲。来，不是我给你买的，我给你买的。
是不给你买啊，过来啊。咋回事啊？不是说好我要啥给我买啥的吗？啊，你干嘛？我是给你脸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他妈不刚给我买他妈一身吗？我操！刚我手上，哎，你他妈给我买的裤子呢？就是你刚给我买的衣服。你今天怎么了？疯了吧你？不对呀、啊。咋了？干嘛、啊？多好。都没了。什么没了呀？不好，你瞅我给你买一身。你做梦吧你！除了你用我的手机付款，我什么时候给你买？